好，谢谢我们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召开这一个记者会，是要针对即将到来的10月10号国庆大典，是我们中华民国106年的生日。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生日，在民进党政府执政之下，确实荒腔走板。昨天我们看到国庆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我们的国会议长苏嘉全先生，他出来讲说，心中只要有国旗，无处都是国旗。所以以前家家户户挂国旗，现在不挂国旗，是因为他心中有国旗。但是这样的谬论，我们一定要强烈的指正，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人心中没有国旗。所以无时无刻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在各大中华民国国庆典礼上，把中华民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国号给去中华民国化，把他们给去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的不智。我们先跟媒体朋友讲一下，在这一次的中华民国106年的国庆活动上，其实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0月9号在台中市所举办的国庆晚会。第二个部分是10月10号在中华民国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上所举办的国庆典礼。首先，我们先让各位媒体朋友知道一个数据，今年的国庆晚会及国庆典礼的预算比往年多了3000万元，并且这是超支3000万元。之前有一个平面媒体，他做这样的一个表格，讲说对比2015年跟2016年前两年的预算规模，分别是3000多万元跟2000多万元，但是今年总共的概算是5385万元，因此今年的国庆晚会跟国庆典礼已经超支了3000万元。好，那我们就来看超支的部分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首先看到了台中市政府，它在8月28号，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在8月28号的时候做一个决标，它这个决标是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06年国庆晚会的委托专业服务采购案，总金额是1460万元整。换句话说，今年10月9号的国庆晚会就是8月28号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招标决标的这样的一个标案。但是我们在日前的记者会也提出了邀请函，上面中华民国106年国庆晚会字样完全消失不见，只剩下的是2017一起更好全民狂欢夜。当时我们就质疑了，这是台中市政府的跨年晚会吗？是全民狂欢晚会吗？怎么拿国家庆典的预算来大搞市政府的城市行销，大搞市政府的个人主张？台中市政府日前提说，没有邀请函有出现两次中华民国，但是分别都在封底以及分别在署名。如果邀请函被打脸，台中市政府还不自知的话，那我们今天要拿台中市政府这一个标案的广告影片来请各位媒体朋友检视一下，到底中华民国在哪里？我们请所有的媒体朋友帮我们一起来找寻。全民狂欢夜
十月十号晚上七点开始，记得来到9653哦。大家不要怀疑，这是34秒的广告，就是这一次1460万国庆晚会的宣传影片。可是我们刚刚看到34秒里面，也许很快，我们看到了几个著名的偶像歌手，我们看到了2017全民狂欢夜，但是我们就是遍寻不着中华民国国庆以及国旗以及国号以及相关的意象。我们是不是再播放一遍？好，就这个画面，我想依照台中市政府的逻辑，它可能会放在很小的地方，把中华民国藏起来。我们要请所有媒体朋友跟我们一起，我们拿着放大镜来好好检视一下。我们看了下面有演出贵宾的名称，有2017一起更好的样式，有地点，有时间，有转播单位，就是没有中华民国。我们要请教，在下面没有中华民国的字样，依照台中市政府的逻辑，有可能是在背后。我们来看一下，背后也没有。所以台中市政府，你今天拿了全民国庆典礼1460万的预算，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国庆晚会，却完完全全的去中华民国化，分明就是拿国家的民脂民膏在大搞你的城市宣传，大搞你的城市行销，完全不合理。我们再来另外一个，是苏嘉全院长，他参与9月28号上个礼拜，苏嘉全院长去台中参与了这一个狂欢夜的开幕仪式的记者会。我们来看一下苏嘉全院长，这个号称心中有国旗的苏嘉全院长，在这场记者会里面有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有没有发现整场国庆晚会的庆祝居然没有半副国旗、半个国家的称号在这个记者会出现？只有什么？只有 Better Taiwan， 只有2017全民狂欢夜。苏嘉全院长，人民的民脂民膏难道是这样子使用吗？麻烦请贵宾一起眼神请到我们的右方，接下来请看我们的左方，中间在我们平面媒体的捕捉一次，请看正中央。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请贵宾待会在倒数3秒之后把我们手触魔球带到正式的启动。如果没问题的话，让我们准备一起共同倒数3秒，3、2、1，邀请所有的市民一起来狂欢，一起来幸福，来参与2017年全民狂欢夜的活动。我们要请教，这个就是花了1460万公帑
侨委会所补助要给台中市政府所举办的106年中华民国国庆庆典的活动。各位媒体朋友，会不会觉得非常的不伦不类？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拿国庆的预算来大打城市宣传。我们也要在现场马上连线给我们台中市党部台中市的议员，也是现任的国民党党团书记长李中书记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说台中市政府如此的使用这样的预算的话，议员一定会负起监督的责任。喂，书记长你好。是，书记长，您的声音现在有在我们的记者室，那现场有电子媒体跟平面媒体都在，您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次2017跨年晚黑狂欢夜的活动来做一个议员的声明，议会的态度？
更有三家的厂商是陪绑的。如果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标案，106年中华民国国庆晚会这样的一个标案被其中一家媒体得标了之后，而执行出来的成果是跟标案内容完全不符合的话，我们也具体的建议其他的三家落榜的厂商一定要提出告发，一定要提出检举，一定要提出纠正，因为这可能都有涉嫌图利的原因，这可能都有涉嫌图利的状况。所以如果其他三家的厂商没有得标，你看到现在得标的厂商如此配合行政机关滥作，完全不顾原本标案的一个内容的话，那这就是涉嫌图利的部分。最后我们要说10月10号的国庆典礼更是重要，苏家全院长你昨天已经指示了，当天将会插满国旗，我们全国民众都等着看，我们全国媒体都等着关注，我们要看是不是你原本的中华民国国旗跟国号都丧失的这个时候，舞台可以在这几天如期的布置，如期的装饰，如期的展现。10月10号当天，我们吴敦义主席也会受邀前往出席国庆典礼，当天全国民众都会看着总统府这次办的成果。我们诚挚的呼吁，绝对不要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去中华民国化，这样只会自我否定现在民进党政府所执政的政权正当性。以上针对今天国庆晚会跟国庆典礼的记者会，请教会面里面有没有相关的提问。好，如果没有提问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一个补充，是针对今天我平面媒体有写到蔡英文总统说阻隔过程陈菊都有参与，这个是蔡英文总统昨天所受访讲出来的话语。我们要严正的向这样的一个事件，向现在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女士提醒跟警告。依据宪法第56条，阻隔是行政院长的职务，行政院长的职权，行政院长的权利，在宪法第56条里面，行政院副院长跟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换句话说，阻隔从头到尾是行政院院长的职权，而总统是在行政院院长提起名单之后同意之，在这个过程里面没。